有尸体的习惯，实际情感早就不复存在，顾名思义就是习惯。在这方面你真的很老实，就像只望着一个方向伫立的稻草人。你呀、啊、真的应该感激恩灿才对，是他在稻草人身上注入了生命。你是一个好女人。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好女人，虽然蛮美的。哦，你有严重的公主病吗？现在一点都没有。哎、啊、崔汉卿你好过分。这都放下了。然后接受惩罚。